大家好，我是白天酌情晚上蹦迪的酌情师王叔叔。今天我们来为这种古琴做魔显工序。魔显就像开盲盒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古琴表皮底下藏着怎样的皮肤。大家能发现哈，整个琴头其实磨得差不多了，里面的肌理也非常的明显哈，我们可以继续进行打磨哈，最终磨成一个暂损的效果，让整体的话层次更加的丰富。整个琴头呢也磨得差不多了，整个暂损的感觉已经出来了，损的程度哈可以自定义，这个是自己的审美。接下来我们来磨其他的地方。好了，整体表面已经打磨完成了哈，接下来我们还要用同样的方式打磨侧面和背面。刚刚打磨完成的漆呢，它还不太稳定，需要放置几天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做楷青工序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